刚子啊，大米呀，你是不是看了我给你写的那首诗了？是，我的诗人，我的狮子刚。大米呀，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写这首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12年前的今天，我认识了一个小胖子。谁呀？你。12年之后，他仍然这么胖。你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，谢谢你，12年与我相濡以沫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刚子，小米，小米粒在那儿呢。本来我是想给你买一个礼物的，你也知道，每个月你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。这个月王小倩借走了一大部分，本来还剩点，没想到你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买瓶醋，结果就1分钱不剩了。但是，我给你写了这首诗，纪念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。刚子，你啥都不要，只要我在你心里就行。感人，太感人了！钱润发，你给我出去！你无理取闹，找别扭，怎么的？这是今天这是咋的了？这是气死我了！无理取闹。大姐夫啊，你两口子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两口子在里边吵架，你们两口子居然有这种方式来庆祝？哎呀，庆祝什么呀？庆祝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吧？今天是大姐跟大姐夫初次相识的纪念日。哎，大姐夫还给大姐写了一首诗呢，浪漫了。去，写诗就浪漫啊？我给你二姐直接给的钱，她把我给撵出来了。妈，撒开，我看不得这个啊。淑芬，你说你忙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好不容易回趟家，怎么回来就吵呢？大姐夫啊，二米粒也不知道咋的了，无理取闹啊。我刚出差回来，他说我不着家，我要是着家，公司的生意谁来做？说我出差回来没给他买礼物，我把这次挣的2万块钱都给他了，买什么礼物买去呗。哎呀，顺风，你就给他买一点礼物。对，就是你呀，就是一点都不浪漫。你懂啥呀？浪漫管饭吃。顺风，写你大姐夫，给他写首诗。写什么诗？什么诗？那我写的。你写的？我写的。他，你过来干啥？你写的？我写的。哎，借给我呗。不是，这我写的诗怎么能行吗？我跟二米粒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。哎，这首诗你借给我，我就说是我写的，我写给他的。那不行，不合理呀、啊！这是我写的诗。钱润芳，就这个，走了你就别跟我回来了啊！看见没，我有家都回不来了。没事，有我呢。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。不是那个大米呀、啊，这样、你马上去一趟，劝一劝。不行，又犯驴脾气了。怎么着？你出马。不行，我怕他踢我。看你们这没出息样，你都不去谁去呀、啊、对呀、谁去啊？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可能不太了解，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证明他要去。谢谢大姐。行了，我出马吧。太好了，你去能行吗？没事，我去那给他吟诗一首，啥事都没了。那个小美玲啊，跟我去一趟。我去干嘛呀？你诗人旁边不得有个书童吗？你过来。还是怕我二姐踢大姐夫啊？我等待着你胜利的消息啊。放心吧、行不行啊？他没问题。顺风，哎，你就是不如你大姐夫浪漫。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大姐啊，哎，
就这首诗让你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？怎么的？不感动啊？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我记得大姐夫跟你结婚之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就是婚前女友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王美丽。王美丽。哦，那你闭上眼，我再给你朗诵一遍啊。哎，我的女王，记住这个字啊。哎，真美丽。大姐，连起来说一遍。王美丽。我再念一遍你听啊。我的女王是王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心怎么这么大呢？还在这儿感动呢，写给王美丽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大米呀，你看看，我不就写了一首诗吗？这怎么至于感动的还哭呢？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抱抱你啊！一边去！赵大爸啊，你那个诗就不是给我写的。这开什么玩笑？不是给你写，给谁写的？你写给王美丽的。什么玩意儿？王美丽。这怎么能出现王美丽呢？怎么？你看看你写的啊，我的女王真美丽，王美丽。这你怎么能穿到王美丽身上去呢？这不明明给你写的吗？这谁瞎分？这不瞎分析吗？这不是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这大姐自己分析的。这什么？这怎么能有王美丽的事呢？这跟王美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这哎呦我的妈，这扯哪儿？这扯王美丽身上，这是。